赶紧给它盖起来，不盖的话它待会儿就干裂掉了。白色小面团搓起圆鼓鼓的身子，黑色小面团做鼻子眼睛。在江苏省军区第三幼儿园，一个个憨态可掬、活泼生动的冰墩墩元宵就在小朋友们手中诞生了。红豆沙紫薯馅的冰墩墩又甜又糯，让小朋友们吃得不亦乐乎。我们迎来了传统的元宵佳节，我们社区组织驻地军人家属共同制作冰墩墩汤圆，代表着团团圆圆，也预祝冬奥会圆满成功。